小宇宙来闯关了，啥情况？怎么没有路了？不行，我们要仔细找一找。哎，找到了，原来出路在这里。哎，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大球啊？我们可一定要小心点，他们的体积太大了。还好还好，我们顺利通过了。哇塞，绝妙的时间差让我闯过了这道门。来来来，继续加速加速。什么情况？怎么这里的道路一段一段的？我们可一定要掌握好方向，千万不能掉下去。看到了吗？下面可是山川河流啊，掉下去可就完了。哎，啥情况？怎么又到了这里？加速加速！哇塞，一个大下坡，怎么有种过山车的感觉呀？哎呦我的天啊！哇塞，这个大跳跃也太漂亮了！哎，怎么又有弹球啊？我们可一定要小心点，不能让这大铁球把我们给拱下去。哎哎哎，慢一点慢一点！来来来，我们通过了，又到了这个跷跷板，我们加速加速，直接越过它！快看呀快看呀，最难的部分我已经通过来了，终点就在眼前了，我们的小宇宙最终闯关成功。